赵大人，您看这案子，咱们该从哪里入手呢？依我看，要从拟定浙江的借镜证人名单上入手。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我认为，浙江方面对这个案情一直在弄虚作假，在借镜人证人名单上难免有所长夜，所以，谁该来谁不必来，这份证人名单必须由我刑部来出具。赵大人说的对，这份名单必须由我刑部来出，尤其是那位县衙仵作，必须到堂听信。大人，卑职已经拟定了一份证人名单，您先过目，如果合适的话，卑职请求快报送往浙省。赵大人比我更了解案情，这份名单还是请赵大人先过目吧。谢谢夏大人。小林呐，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今天的赵大人可不是昨天桑大人主持刑部时的赵宝宝了。你看一下，昨晚我也拟就了一份证人名单，你拿去看一看，是否有所遗漏。夏大人，赵大人的名单跟卑职的完全一致啊。看来你们二位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好，那就马上以我三法司的名义联名发吊单，300里加快送往浙省。好，赵大人，您变了。林郎中，今天你好像并没有喝酒啊。戒了。好，许你小酒鬼戒酒，就不行我赵宝宝也提点精神起来。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呀？真是活见鬼了啊！你说北京这些个文官们，他们每天是不是吃饱了饭撑的？就这么一份证人的名单，还得由他们来发，真是没把我这一省巡抚看在眼里。北京确定的证人名单和我们拟定的名单有什么差别吗？又增加了三个人。增加了哪三个人啊？余杭县元审仵作叫沈祥，嗯，还有一个余杭县衙的门丁叫沈彩泉。哎，何大人，你说，就这两个人，和此案有什么关系吗？哎，我倒记得聂司柏大人复审此案时，倒是传讯过这两个人啊。看来，他们要把沈祥和沈彩泉押往北京作证，显然是要对此案刨根究底了。你说是三个人，还一个是谁呀？还一个是鬼。鬼？那个钱宝生。哦，这倒真是个鬼了。哎，难道他们不知道钱宝生已经死了吗？钱宝生死了，药铺还在，药铺里还有小伙计啊。他们这次让药铺里的一个小伙计到北京去作证。哎呀，杨大人，我觉得咱们头上这块巨石可是越来越重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你看看这，还得去一趟京城，这一去少说三两个月，怕也是回不来，多耽误事儿啊。可不是嘛，我不过替他们葛家当了一次报告，就陷进这泥潭里拔不出来了。早知如此，你就是给我千金万银，我也不做这倒霉的事儿啊。但愿此番进京能为乃武洗清冤屈，让那些陷害我妹夫的人都遭到报应。我是自食其果呀，自食其果呀。我倒是没去过北京，趁这趟啊正好开个眼界，反正是花县衙的钱。
家门不幸，谁让你生了这么个惹是生非的好女儿，害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还说呢？白广，是忠诚大人选你当这个押解委员，他是信得过你，别不知好歹啊。忠诚大人的好意我是知道的。 可这趟押解千里迢迢，路上稍有差池，这谁也担当不起啊！这趟差事是背负着皇命的自然关系重大。什么东是命中注定？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就逆来顺受吧。启禀大人，证人们都在院子里候齐了，就等着您去发话了。下去。 来宝，点人头呗。我先点个人头啊。沈御史，来了。裕王氏，到了。杨仁，哎，小子在。王新培，在。詹善镇，到了。 陈虎山，陈虎山，我后悔，我放什么屁呢？点名呢？我来了，大人，人都到齐了，过来。我真后悔当初告诉你陈秀才，到了京城的大堂上，嘴要有点把门的啊，别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儿。 刘大人呐，你说这千里迢迢的去京城，我这把老骨头恐怕都扔路上回不来了。要想活着回来，就先想好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哎，来宝，送他们上船。是的，大人。报。知县大人。 巡抚衙门的紧急公文，散了吧，今儿不启程了，在家候着，随传随到，都散了吧。刘大人，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三法司还有仨证人，我得有时间去传去啊！连死了的钱宝生也得要，那死了两年的葛小大要不要？我从坟墓里头把葛小大的尸骨扒出来，我给京官大老爷们送去，要不要都送。大人。 来，夏大人。对不起，我打扰你了。没事。这是一瓶好酒。大人的意思是，你不是好这口吗？而夏某对此物向来是敬而远之，把它给你，也算是物尽其用。你笑什么？ 大人，您闻一闻。哎，怎么一点酒气也没有啊？因为这里面是水。水？你拎个酒壶，整天醉醺醺的样子，原来你喝的居然全是水。卑职今天就跟您透露一个秘密，其实卑职很少喝酒。 那你这小酒鬼的雅号是从何而来呀？卑职平时在人前喝的都是水，其实卑职是想做给人看。你做出个酒鬼的样子，要给什么人看？原先的两位尚书大人。为什么呀？因为两位尚书大人整天都在讨论如何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本来我刑部有很多的案子都可以在这儿大有作为，可是糊里糊涂的就被他们审成了糊涂案。 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
可他们是大人，我算什么？极右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争来了这个小酒鬼的雅号，整天像酒鬼一样在这儿混日子。你这也算是奇人奇事啊！好了，大人，咱们不说我这些破事了，您今天来的正好。卫之正想有事向您禀报。什么事儿啊？起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的漏洞。 于是就非常希望朝廷能够调到我刑部来复审。可是真当皇上下了圣旨，把这个案子借京复审的时候，我又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好像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查清的。怎么，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卑职这段时间天天都在研究此案，别的疑问倒是不难问清，只是这个毒物的来源。你先别说。 这就跟我走，去哪儿啊？夏某虽然被关刑部，可毕竟不是刑狱出身，于刑狱之道还真就是一知半解。你我现在就去见翁大人，听听翁老对此案的复审有何高见。好。林郎中说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 按琳琅中所说，当初杨乃武招供从钱宝生手中买砒霜，是为行妄招，这样固然可以排除杨乃武涉案的嫌疑。可是我不禁要问：本案中毒死葛小大的砒霜从何而来？本案查不出。 砒霜的真正来源，本案就无法结案。卑职以为，要审清杨乃武是否向钱宝生购买砒霜，并非难事。但是从现有的案卷当中来看，杨乃武向钱宝生购买砒霜这个事实，并不能成立。然而事实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砒霜不是杨乃武所提供，那么毒死葛小大的砒霜又是从何而来？而这一点，在现有的案卷当中，从来没有再被提及。换言之，如果我们要排除杨乃武的作案嫌疑，并非难事。可是，就算排除了杨乃武的作案嫌疑，也没有办法去排除葛壁是毒夫。而县衙的仵作验尸结论，葛小大是中砒毒而亡。 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葛小大喝的汤里头一定有人投了毒。而根据现在现有的案卷当中来看，最有机会下毒的，就是葛壁氏。葛壁氏，明天就要启程去北京了。今天县衙为你请来这位沈大妈，一路上既给你作伴，也为你疗伤。你先给他检查一下伤，该用什么药，趁早采购。知县大人交代了，要用最好的药。 药钱一个子不会少你的。知道了。葛壁氏，明天出发前，这身衣服坏了，这二月天外边挺冷的，明天换上这新棉衣上路吧。 哎呦，果然是余杭先生名不虚传的第一美人啊！受了那么多的苦，还这么楚楚动人的。啊，来，让我看看你的伤。要知道，老身府上可是三代名医呀，尤其是擅长跌打损伤。我保证，在去北京的这路上呢。 让你身上所有的行伤啊，都能够痊愈。这是怎么弄的？ 下得了手啊！不过没事儿，
在赴京路上这还有个把月时间呢，老身呢一定用最好的药帮你治好这伤。这伤治好了又有什么用呢？从我进这牢房，多希望遇到一位名官，他能替我洗刷冤屈，可以一次次审问，一次又一次受刑。谢先生早就无所谓了，随他去吧。难道就没有另一种可能性呢？另一种什么可能啊？葛小大是自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可葛小大为什么要自杀呢？葛小大认为自己的妻子跟人通奸，于是就痛苦万端，久而久之就有了厌世的情绪，于是他就悄悄地买了砒霜，趁妻子不备之时放进了汤里。既然葛小大打算自杀，为什么非让妻子给他买桂圆养身吃呢？因为葛小大坚信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所以心里头非常痛恨自己的妻子。他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要嫁祸于葛碧氏，他是意图报复妻子。听上去合乎逻辑。可是如果这是这个案子的真相的话，那这个案子恐怕就永远都没有办法查清了。此话怎讲？因为如果葛小大是自杀，那么证据呢？从现有的案卷当中看，找不出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就只能是推断，而推断根本就不能作为最后定案的依据。这么一来，那这个案子岂不是成了永远都无法定验的悬案？那假设葛小大之死的确是葛碧氏所为呢？那这样推理的话好像是符合逻辑。怎么个合理？你说说看。其一，葛氏夫妻在前三日吵过架，葛小大甚至动手打过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扬言要离家出走当尼姑。在葛碧氏的心里，他和葛小大的婚姻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他采取的手段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么这样就有了杀人的动机。其二，葛碧氏买回了桂圆和羊参之后，回到家里把这些东西熬成汤，直至葛小大喝完，葛家没有人在场，那么他就有了杀夫的时机。既有杀夫的动机，又有下毒的时机，那么葛碧氏谋杀本夫就顺理成章。那你为什么会感到为难呢？他感到为难的是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如果葛碧氏下毒谋夫，那么葛碧氏的砒毒从何而来？正是，如果葛小大真的是葛碧氏所杀，那么我们现在要追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砒霜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第三者，那杨乃武身上的疑点就不能排除。杨乃武的疑点不能排除，那这个案子就没有办法了结。刘希同派你来给我治伤，可见得县主大人还是蛮有良心的，毕竟是咱们的父母官呀。老先生，你是刘希同的说客，刘希同害怕此案借经复审会真相大白，才让你给我治伤，是不是？他让你给我治伤是为了掩盖严刑逼供的罪证，是不是？杨先生，这何苦呢？不管衙门里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作为一个郎中，救死扶伤总是没错吧？这伤我不治了。你还想去北京吗？你还想平冤吗？你还想保住你这双腿吗？
你的这个伤啊，我见过多了。你看看，这伤都烂成这样了，再这么下去啊，毒素随时都可能进入到骨髓，到那个时候，就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杨先生，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我知道你想平冤，要想平冤，你就得好好的活下去，到北京啊，去告那帮王八蛋。对，我要好好活下去，我一定要到北京去。来，你给我治吧，我得先把你的伤口脓血清干净，才能够服药。你可要忍着痛啊！来，咬在嘴里。我连鬼火链子、再鬼眼包的痛都经受过，如今除了这心里的苦、皮肉上的痛，没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来吧。是说，本案还有第三个嫌疑人。对，这第三个嫌疑人就是小白菜曾经供认的余杭知县之子刘子汉。哎呦，你不说我倒把这个人给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推理倒是符合逻辑。什么逻辑？如果小白菜的姘夫不是杨乃武，而是刘子汉，那么至少可以解释一个疑问。你说下去。那就是为什么这位余杭知县那么的不遗余力的要认定杨乃武就是杀人凶手？因为很有可能，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凶手，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就让杨乃武当了替罪羊。看来啊，这后来冒出来这个刘子汉，的确有重大嫌疑啊。可是这个刘子汉现在已经死了。即使他有重大的嫌疑，那也是死无对证。二位大人，卑职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案子难审？那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三个死无对证。第一，是葛小大，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死无对证。第二，钱宝生是否卖过砒霜给杨乃武，也是死无对证。第三，刘子汉到底是不是葛碧师的姘夫，而这个砒毒是不是刘子汉给的葛碧师，这又是一个死无对证。一个案子三个死无对证，这已经很难让事实真相得以澄清了。不能澄清事实和真相，这个案子就没有办法了结。就算我们知道杨乃武是被冤枉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开示于他。三法司轰轰烈烈了一场，最后却把这个案子审成了一个没有结论的悬案，恐怕很难跟朝廷还有民众交代啊。我感到有些骑虎难下的味道了。不，开弓没有回头箭，骑虎难下咱们就不下，只要有事实真相在，一定要揭开这个谜底。我是葛碧师的母亲，想看看他，望您行个方便吧。哦，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进去吧，别太久了。哎。秀姑。小姑娘，你以后别来了，人各有命，你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娘。从今往后，我必修姑是生是死，与你都毫无关系。你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你走吧。说什么呢，修姑？怎么这么说呀？明天就要省亲复审了，娘要你坚强，要有信心。这次进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还你清白的。我也想，但你觉得可能吗？可能，可能。天下不都一样黑？兴许北京就有那点亮，那点亮又正好照着你呢。秀姑，秀姑，你看，你看啊，秀姑，你看，娘给你带来那么漂亮的衣服，还有你最喜欢的首饰，你看，你看，娘让你打扮的漂漂亮亮回来，娘等你回来。脑子起什么戒？皇上不是下旨将杨乃武、小白菜案借京复审吗？今天全案大起戒了，码头上围观的可谓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水泄不通啊！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事。走走走走，我等也看看去。走走走，看看去。起见，戈壁市。第二批起见，杨乃武。三批起见，左镇旁人。哎，我怎么没看见这个刘希同上船呢？大人，您看。启程了，本府也该上路了。重城大人，这趟可辛苦您了。辛苦倒没什么，哎，就怕去得回不得呀。杭州地界了，秀姑，来。
给你去了刑具。你要为难，我就不去了。我不为难，实话告诉你吧，临行前呀，原来宝悄悄对我说过，说这案子到了北京，八成是要翻过来的。他让我一路好生待你，别让你再受苦了。秀姑啊，这一年多来，你虽然受了许多的冤枉苦，可你要相信，这天底下呀，还是好人居多。谢谢，秀姑啊，你看，这才这么几天。用了我的药啊，你伤就好多了。等到了北京啊，我保你好利索。这些日子，谢谢你们。我听说这次押你们去北京，都是由三法司的大官们来审你们的案子。不知你上了三法司的大堂，有何打算呢？你还会翻供吗？这案子审了这么久，牵扯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这次到北京，我什么都不怕了。秀姑啊。你看船上也没有外人，我问你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说句实话，我保证啊，一个字儿都不会传出去的。就是，你跟杨先生，是不是真的？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把杨先生牵扯进来。这次到北京，如果能遇上一个清官，我一定会照实说，哪怕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也要还杨先生清白。可是你先前有过杨乃武是你同伙的供述啊，你现在要翻供，恐怕很难让人相信了。我到北京会向那些官员说清楚的。怎么？你到现在还没说出实情吗？杨先生，这地方的案子提到北京由三法司会审，这还是我当差以来从没听说过的事。我估摸着这次到了北京，这案子八成是要翻过来的。唉，虽说这两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可这名声也闹大了，现在全天下的妇孺同嫂就没有一个不知道你杨乃武的。等你翻了案，重新回到浙江，只怕没人再敢小看你这个大名人了。小看又如何，高看又怎样？我杨乃武这几年的光阴，受尽苦楚，真正领教了什么叫破家致富、灭门之心。如今这案子终于得以借镜复审。如果能大难不死，我杨乃武还真的要扬名天下了。可不管名气有多大，我也做不出什么惊天伟业来。我只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为子子孙孙留下一个清白。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就行个好，给他们个方便吧。哦，原来你就是在督察府门口滚钉板的杨大姐啊。是我。按规矩吧，主犯是不可以和外人见面的。不过你嘛，那就长话短说，不许聊案情。我们不说案情的事儿。行，我只说一句话。乃武，姐只有一句话。坚强点啊，姐，我会的。姐，我都知道，因为我滚钉板的事儿了，真让您受大苦了。乃武，有好多好心的人帮助我们呢，有他们的帮助，姐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姐，您身体的伤都好了吗？
好了，钱老利索了，你就放心吧。我们等着你出来，咱们一起回家。好。行了，走吧，好。姓什么叫什么呀？民女姓毕，名秀姑。何方人士？浙江余杭人士。因犯何罪呀？毒死本夫。主犯身份无误，下一个。姓什么叫什么？姓杨，名乃武。哪里人士？浙江余杭人士。因犯何罪？问你呢，因犯何罪啊？小民根本没有犯罪，小民不是罪犯。怎么回事？哦，杨乃武，这不过是验个身份，过个手续，你就按原判回答这位大人吧。小民虽然以阴间同谋杀人罪入狱，可小民是冤枉的。我只是问你因犯何罪入狱，至于你是否被冤枉的，那得三法司会审之后才知道。再问你一遍，姓甚名谁，哪里人士，因犯何罪？小民姓杨，名乃武，浙江余杭人士，因犯同谋杀人罪入狱。这不结了，瞎啰嗦什么呀？给压下去。洋人，小民在。进去。王新培，我是。进去。哎。沈玉氏，民夫在。进去。玉王氏，民夫在。进去。冯许氏，民夫在。进去。陈湖山，哎，来，进去。詹善正，各位大人、夫人，你们都是我们杨家的救命恩人，你们坐好了，我和彩凤好好的跟你们磕个头。哎，别，令弟的案子终于借经重审了，这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儿。你们这么客气干什么呀？这不是客气，要是没你们的帮助的话，我弟弟的人头可能早就落地了。你们对我们杨家的大恩大德，我们是世世代代都还不清的。
我们磕几个头，不过就是想表表我们的心意。杨大姐，你们快起来吧，快起来吧。为了一个小百姓的生死，千里迢迢将那么多正犯旁证都押解到北京来重审，我听说这是大清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杨家出了这官司几乎是家破人亡，这是杨家的不幸。可是由于你们的帮助，这官司打到了北京，而且马上就要平反昭雪了，我们杨家又是何其幸啊！我知道，只要这官司到了北京，我弟弟他就算是得救了。童善，你现在正是审办这个案子的刑部尚书，你快给杨大姐说说，什么时候能审清案子，让他们姐弟夫妻早日团聚。你叹什么气呀，杨大姐？我不得不说，这个案子恐怕并不像你我当初想的那么简单。我头顶着一片天，还是背着一座山，云开日出我还能不能看见？茅草高高，大树矮，矮就是高，高就是矮，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头顶着一片天，还是背着一座山，山高路远我还能不能走完？流水湍急行船慢，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我的今天是哪一天？山，我在那片云的下面，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你却非要跟命运加个班。一条条路，一座座山，生死无常。